用的火到你了。我到那是阳明吧？啊，我是长龙。长龙哦，啊，长龙啊。他没有要出去了，他要换位置了。换位置了？都要换到前面那个码头了嘞。啊？别那么高了嘞。他要去那个对面那个，现在点头这个这么多。刚才跟你讲了，要不再赶货了。今天都要赶了，每天都要赶了，赶到9月15号，要赶多少趟呢？能走多少趟就算多少趟了嘛。不然呢，你美国不会说很近啊，这样去的时候一两个月啊。这间公司上市公司来的，国营的啊，国营企业啊，国营企业，中资的啦，中资的啊，哎呀，哎，散装怎么样？啊？不是散装的，我啦，会贵啊，不贵的。Costco 精品。